你的狗子能听懂自己叫啥吗？咱们今天来一个啊，点谁谁来啊，看能不能听懂自己的名字啊。贝贝，叫贝贝呀。换个位置啊。宝宝，谁叫宝宝？你叫宝宝。再换个位置啊。阿拉，谁叫阿拉？阿拉来，阿拉来。啊好。金菠萝过来。啊好。拍拍，谁叫拍拍？啊，你叫拍拍呀。他们还有个统一的名字啊。宝宝们过来，宝宝们来，宝宝们那耍流氓那个。宝宝们来，那小子回去喝水去了。都是宝宝们哈。今天是我们默契挑战的第二天，有请今天参赛选手包小贝、包美丽和阿拉。阿拉先来挑战第一项啊，爱的抱抱。有点矜持，有点不太想抱。你到底是抱还是不抱？啊，还是抱了。好，挑战成功。挑战第二项，爱的亲亲。挑战第三项，爱的撅屁股。好，成功。我看贝贝有点不太情愿呢。贝贝，你要是被威胁的，你就眨眨眼。一会儿。咱们今天玩一个上楼的啊，点谁谁上来啊。宝宝来，宝宝上来。 OK。 包美丽上来，包美丽不要怀疑，就是你。包美丽来，包美丽。哎，好宝宝啊。金菠萝，他们总让我最后点你。你叫金菠萝呀？啊，你叫金菠萝。胖胖，贝贝呀，胖胖快来。那个楼下那别上来了啊。知道了啊。第一个冲下来的就有零食吃，那成快了。一说吃东西，那金菠萝成快了。金菠萝，